波兰在洗澡的时候。小妹妹等一下会来找我们，所以呢，我们就要努力不让她找到。好，看她要花多少时间。现在呢，在下面留言，想跟吃货们玩躲猫猫，我们就可能去你家哦。开始。哇，这是前院吗？这边太大。等一下，作为一个孕妇你还是要考虑一下你到底能躲哪里。你不是那种，你不是那种可以到处塞的那一种人了。你就坐在沙发上，你先坐着，天天躲好了。说不定妹妹工作的干嘛，也被来抓我。想当初姐姐还可以这样塞哦。人家要不你先躺在床上。好，我现在开始。然后我最后再。领域间那么大，领域间，好恐怖啊！一手突然伸进来，你很恐怖。我洗澡的时候，抓我。波兰在洗澡的时候，哇！哎，我今天好像给人拍鬼片。好，要躲哪？看这个躲进去很难呢，我可能进不去哦。要那个。好，祝你最后一个被找到。有。现在呢，甜甜躲在这边，大家有看到这个地方吗？这个地方就是兔兔的肚子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甜甜怎么躲。这是我的屁股啦。你觉得多久之内可以找到？60秒还是3分钟？3分钟。你觉得要花很多时间找到吗？要，那我们就3分钟之内找到哦。预备，开始。哇，你已经找到弟弟了，你时间剩下2分钟。他刚刚真的是要飞扑了，太好强了，真的！天哪，妹妹竟然只花了1分半就找到我们了耶！